China's first granular water-soluble fertilizer, Cocoly is exported to 46 countries. 大家好，今天来到松两镇，这个刘大叔的朋友，他种的是菊花，种的菊花用了好多年了，也是，这次来刘大叔这儿的，和刘大叔聊一聊巧克力吧。刘大叔，你是从什么时候认识巧克力的？就没用巧克力之前？哦，用巧克力三四年了。哦，你没有之前是怎么认识巧克力的？ 就是，听人家说的还是，听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卖化肥的这个邵老板介绍的。哦，当时你相信巧克力吧？这个效果？当时候不相信。哦，不相信，你没用过。没用过，不，当时这邵老板呢，他说什么呢？这个山东水果啊，这个生产这个巧克力，这个非常好。嗯，你那个弄点个试试。然后你试一下这个效果。这个我是怎么用法的哈？ 这个邵老板绍是先啊，他给俺怎么介绍的，说什么呢？哎，你这个这是水溶肥，化成水，这就是咱说的，怎么使用巧克力的？你把它化成水，这是邵老板和你说的，介绍的啊。邵老板介绍的，化成水呢，然后就是这个滴灌浇搁这个滴灌浇里面，浇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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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浇里面花给上的。哦，这是水属于这个叫上面施肥。嗯，你说底下这块呢？然后呢？ 比如说，在这个种花之前，这个巧克力也可以做滴肥。对对对对，也可以做滴肥。滴肥使得也蛮好的。蛮好的哈。你说之前和那个没用过巧克力之前，你说没用过巧克力之前或用过巧克力之后，你感觉这个巧克力效果表现在什么地方？你比如说，表现这个菊花这块。表现这个它这个杆子粗，叶面大。哦，这杆子粗。叶面大。哦。这个我感觉这个巧克力。还是很好的，还是蛮行的。你要说再一个就是跟我之前你没有巧克力之前，跟其他肥料就是相比之下，这个巧克力优势在哪？你比如说，我感觉效果它比其他肥料效果好，效果好，优势其实很多方面，就和刚才你说一样，可以做滴肥啊，可以滴灌，是吧？优势很多方面，是吧？很多，这个不用多说，你也一直用着，是吧？哎，一直用，我这个这头两天。 这又买了这个十包吧，十包，嗯，又买十包，哎，这个就在这个邵老板那个家里的买的，买了十包，这个我就是昨天前天啊，这里将虫完，哦，将虫完呢，这里在我二亩地，我有20来斤，哦，二亩地二十来斤，有个什么呢，有个这个。 原先他卖的叫地康是什么的，我你把那个配起来，配起用的呗。配起来用，嗯，我感觉这个非常蛮好。嗯，行，那就不打扰你了，大叔。那我们你也忙，好，没事啊，大叔，没事，嗯。Cocoly.